啱啱睇到超男 YouTuber 黑超哥同埋钟培生拍片，唉，钟培生真系，唉，真系扑街仔嚟嘅。等我初头同佢去佢屋企拍片，我都仲谂住呢个人，虽然佢冇表明佢自己任何嘅政治立场，但系都啊，以为佢系一个都 OK 贴地。算叫做貼地的富二代、富三代，二世祖、三世祖。唉，近排佢真系走火入魔，近排佢真系呢个人近排走火入魔，为咗 draw attention， 真系乱 Q 咁讲嘢，乱咁周围拉火头。我以为我都系一个成日讲错嘢嘅人啦，点知呢个人系更加疯狂地讲错嘢。真系唔掂咁样，真系。真唔掂，污点啊！同佢拍个片真系污点污点。可能佢觉得，我冇政治中立，男又好黄又好都会一齐拍片，但系你都唔系揾啲咁嘅卵样系嘛，大佬？只眼豆屎咁细，为咗遮住个豆屎眼，跟住戴副黑超，跟住嗌自己做黑超哥，乜柒啫真系，唉，真系，唉，冇得救啊真系，真系冇得救。初头大家都好讨厌林作，想睇佢打林作，但系而家真系。自从嗰个记者招待会开始之后咧，真系露晒底啊！真系，真系露晒底。佢花咁耐时间去 build up 自己嗰个 image， 一个记者招待会，再加埋近排呢一两个礼拜里面佢所有嘅言论咧，真系露晒底啫。土沙龙冇分别啦，呢个应该同黄口哥里边。一模一样。土沙龙系 Monkey World 嘅原创龙，定还是之前已经有嘅？不过总之就同。原本嗰只一样就冇问题咧，轻轻松松。哇！佢而家嗰个佢最初都叫做话，好似有啲啊，即系三世祖都叫做话有啲，即系可能有啲贴地啲嘅言论啊之类咁嘅嘢。黄蓝就算唔讲都好，但系而家已经系变咗有少少过分地财大气粗咯，我觉得，即系开口埋口都系，你系垃圾，我有钱，你系垃圾，我有钱，就有啲唔系咁好啦，成日屈突咯，开始变到，唉。真冇计啊！呢啲真系一个人当佢冇穷过咧，佢系。佢真系唔理解呢啲咩嘅真系。其实 World 好少新龙，唔系都有十几零只咩？唔系都有，即系话是 World 系纯粹真系叫做话介绍作品俾一啲新嘅玩家龙啊，新龙比较少，都系啲细龙仔啦，都系嘛啊。弹刀，咁细只嘅，呢个细只刀，Oh shit！ 哎呀，咁就得。仕掛けてくるぞ！
真系好细只嗰啲嘢。唔系，即系咁讲啊！有钱人我识唔少，有钱朋友我都唔少，但系好似佢咁突然之间好似走火入魔咁想 draw attention 咧，就真系唔系经常见啊！啲真系有少少黐咗线啦！佢想 draw attention draw 到，可能不过我哋都可能明白啦，即系去到佢咁有钱。话唔定已经即系冇乜嘢，冇乜嘢好做啊！有咩好过阿神咧？系咪？跟住而家俾佢揾到，即系拍 YouTube 片，跟住之后可以 draw 到咁多 attention， 跟住全世界都喺度讲紧佢，咁佢觉得爽咯，咁咪变本加厉咯，有少少。正所谓为咗 draw attention， 无所不用其极。頭先我見到有人話、啊、我小心啲講嘢，驚講錯嘢。其實冇乜嘢，純粹只不過我對於呢個一個評價啫。初頭覺得冇乜嘢啊，一個會花錢花成去到搞電競嘅一個人，諗住啊，大家都叫做可能有啲偈傾下啦。呢啲位即係我係中意打機，佢又肯花錢落去搞電競，咁我覺得都 OK 嘅。咁啊，佢政見如何就初頭冇乜點留意啊，但係個問題而家佢真係太核突啦，越嚟越核突。跟住我見到有啲人喺連登啊，成日喺度話乜鬼嘢，話我要睇佢面色或者成。Sorry， 佢唔係我老細，我亦都唔係收錢幫佢做任何嘢，所以我係唔需要理佢講任何嘢，或者唔需要介意佢任何嘅感受。我相信在他身边所有认识他的人里面来讲呢，我想我应该算是跟他讲嘢的时候我是最串的，应该都是我相信。我想他没什么见过有个人呢好像我这样呢跟他讲嘢会多很多没肯串他，因为他附近应该有很多擦鞋仔应该，但我是不会咯。即如果大家即看回我的人生污点跟他拍过的那一条片，我由头串到他尾，基本上我都是他讲嘢那些我全部 cut 晒他，即系你啲废话留翻你自己啲 YouTube channel 度讲，唔喺我 channel 度讲，大佬。我抖硬喎佢。喂，整体上嚟讲，其实容易打过呢一个咩喎？容易打过 World 喎。真心，佢嚟到打土沙龙都系，即系土沙龙本身都唔系一只难打嘅嘢，但系佢仲简单过 World 里边咯。佢动作又好似慢啲咁样，成个感觉动作慢啲，跟住又细只啲咯，再加埋。其实真的打不到他的头，打到他的脚趾算了，我真的。他不是想下来的，真的。又走？大佬啊喂，点啊？啲音乐系几好听，未出资又唔好咁快讲容易。咁啊，我哋而家仲系讲下位，唔系，即系我纯粹只系用翻即系 Modern Rise 嘅前期打呢龙啦，同埋我喺 Modern World 度前期打其他龙嘅时候嗰个经验啫。可能因为自己近排玩得多，玩翻熟咗、熟手咗，又冇咁贪多又剩，可能咁样，可能其实因为自己打得好咗都唔出奇。可能是自己打得好咗唔出奇。喂，一嚟就有粗龙。
用个兽你又连着打，哇，撞巴雷，撞巴雷，哇，雷段，呀二，雷段，呀二，大成功的，不，我打你姐，打锤，他帮我，他。又点地沙，狗仔唔得嘅。何かしてくるぞ。系。要打佢冇晒嘢嗰啲位置要打佢。さすがは俺のお供だぜ。喂，佢追你把遮出嚟，或者狗。我唔知点解咧 ，Mountain Line 上面啲怪嗰啲攻击范围咧，感觉上好似细好多咁样，系好容易可以碌得走啊！你睇。打 World 嘅時候咧，打難碌一下咧，如果你冇回避距離，基本上係碌唔走噶嘛，基本上係，好似呢啲咁樣，佢準備用條尾嚟到發啊，成呢啲咧，咁容易避得開，點解？如果係打 World 嘅話，呢啲位置全部食曬啊！你應該頭先嗰啲分分鐘，就覺得奇怪，點解咁容易可以避得快？系咪因为真系只怪细只，纯粹只因为？逃がさねえからな。劲方便咯，同埋可以上只狗，可以上只狗身嚟到嚟到磨刀呢下，好方便。我完全冇留意到佢系差唔多成死喎，咩料？カリウドの特権だ。横掂都系唔抵，不如大电视玩仲爽，即系点啊？不过系有中文版系令到更加多玩家，更加多亚洲玩家玩咯。中英文版不同语言版本是一定有帮助的。我以前没玩就跟语言没关系，纯粹只是因为我没有买过任何手提游戏机。我 Switch 之前的那一部手提机是接得的那一部 Game Boy， 可以接得的彩色 Game Boy。好似系，我系2003-2004年左右买嘅，我系喺日本读书嘅时候，2003-2004年左右嘅时候接得嘅 Game Boy。